跟第一弹的素体也是有区别的，首先是底衣也不相同，刑天系列的底衣造型也有还原，但是这次的胯部跟大腿设计是有点退步了，胯部太宽了，看起来太粗，个人觉得第一弹的好看不少。其次就是大腿外甲为了适配素体做得太厚了，看起来一体性比较差，大臂的细节是通过移印来还原。最后就是手型是重新开模的，可动部分还可以，就是平常食玩的可动，手臂也有外拉关节，可以摆出更有张力的造型。但是这次素体设计的原因，不知道为什么手臂弯曲的可动只有60到70度。支架底座可以进行手型的收纳，也可以把刑天安装在上面。支架的插孔可以安插在刑天召唤器背后以及脚掌底部的孔洞里，武器也可以进行安插收纳，支架间呢也是可以进行连接的。首先看看刑天整体的造型是还原的，奈何一体性不太行，缺色的部分也不少，更多的细节就要我们进行补色了。头雕的表现还可以，局限于比例，看起来是比较肉，漆面涂装优秀，该有的细节也有，但是眼部的蓝色涂装就中奖了。形字一印很清晰，但是主体大多数的银色部分都是水泥灰的成型色，用超级银补色会好一点。小腿甲跟膝盖甲的涂装是中奖了，这次的品控就一般了，召唤器的细节也有，但是就是太肉了。这次的手型均是长直装的设计，安装更加牢靠，火型剑跟火型快枪的细节很棒啊，这么小的比例也能做到浮雕。火型快枪的枪口也可以跟后续的电光机进行组合，但是武器后面的孔洞就太出戏了。第二个则是距离第一个登场的铠甲飞影，三个里面做的最棒的就是飞影了，头雕的还原度在这个比例来说是非常优秀的，但是这次都存在头部做小的问题，细节分色也非常优秀，胸甲的金属蓝色跟金色很细腻，飞字的移印很清晰，肩甲我是觉得做小了，而且不够锐利，手臂造型也十分精细，给我感觉就像一个小皮套。召唤器中间是金属红涂装，其实细节也是有，但是还是肉。大腿外甲的金属蓝色跟主体的蓝色是偏浅的，有色差。小腿甲的造型也是非常优秀的，后面的推进器细节也有还原到位，这个细节是真的太惊喜了。极影刀跟极影枪的造型也很锐利，该有的细节也有，极影枪中间还有一个枪口细节，非常优秀。最后的是金刚了，金刚主体的金色虽然亮，但是也挺塑料，全身的金色都是涂装，并没有使用成型色，肩甲跟胸甲的金属绿色涂装没有出界，纹路细节刻画清晰，金字一印清晰，眼部的金属绿色没有涂满，小腿甲的银色也是做了部分涂装，但是手臂处就没有进行涂装了，胸甲背后的细节很棒，金刚是多附带了一双握持暴雷钻的动动手，暴雷钻跟暴雷炮的涂装是佛祖金，看起来很廉价，但是有一说一，细节还是优秀，这么丑的涂装也遮挡不住，双钻也是牛的，握把也只有一边，做成双边会美观一点，炮口的细节也是刻画到位的。铠甲勇士第一部跟第二部的铠甲可动玩具终于是集合了，这个场景是多少粉丝的梦中场景。最后来总结下吧，这次的素体虽然有些问题，比如头小腿粗，但是还原度还是不错的，其次就是品控稍微下降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赶着出货的原因，总的来说是比第一弹要进步的，零件的安装没有那么费劲，但是肩甲的安装还是需要技巧的，要侧着装，也是双武器的配置，希望凯伊剩下的武器也尽快补上吧。那么好了，我是江门小铭，喜欢的关注加三连，我们下期凯装开箱视频见，也在这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幸福安康，拜拜。